呃，我感谢今天大家的参加。那呃，每一次的座谈会，我都是邀请呃我们的在地学长姐啊，或者是加拿大的一些达人，好、哦，但也有不同国家的。那因为最近旅游呃爆发嘛，疫情后大家都想出去玩嘛，哈、哦。等一下哦。 那呃，我就来讲一下有关加拿大的一些风土人情，好不好？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加拿大。那最近想出去玩跟读书的人很多，所以这有时候就问一些比较浅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是比较初阶版，OK？那初阶版的加拿大啊，如果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可以 Q&A 或者是说呃私下再来问我。 OK，好，那呃，我就继续讲喽。好，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 Q&A 讲啊。先麻烦帮我把声音关静音，免得到时候可能会打扰到其他的人。OK，好，这张照片就是我本人呢、啊，哈。<laughs> 等一下哦，哈。那呃，我今天讲的重点大概就这些。那因为只有一个半小时，包含 Q&A，我尽量讲快一点啊、哦。那这个。 PPT 其实是在两年前，有一个大学的一个 EMBA 的一个班长吧，哈，他们就想要集结一些呃不同的主题呀，哈，来介绍，因为疫情大家都很无聊，只能线上嘛，哈，所以请我来介绍加拿大的一些特色。 好，那因为是 EMBA，所以我讲了一一些有关呃加拿大的一些经济啊，一些不同的东西啊，后面才参差一些旅游，还有一些美食。那当然我的本行是代办嘛，所以我们就讲了一点教育啊，所以我今天尽量哈、啊，就是什么都讲到一点啦。好，我这样的画面是可以的吧？可以哈。好，那我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不认识我。 哦、我叫 Julian，好、哦，我不姓朱，我姓洪。<laughs> 好，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朱莉安这样比较好念，所以有时候 Julian 就变成朱莉安。那我是十七岁去呃温哥华留学，那本来是十五岁那一年妈妈带我去美西七日游，我就觉得啊，我的英文吼从国小开始学，可是真的也不是很好啊，又想要呃自助旅行嘛，哈、哦。 那我就觉得想出国读书，所以我那时候想出国读书是因为十五岁妈妈带我去美国玩，但因为美国啊哈，我们家也没有亲戚在那里，那可能美国读书也蛮贵的，所以后来就选择温哥华，刚好我爸妈有朋友有亲戚在那裡。 啊、哦，所以我没有去过温哥华，我第一第一就选温哥华来留学。那高中两年在高温哥华读的，那后来也申请上 UBC。那 UBC 是温哥华算是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可是觉得英文不是很好，学费又贵，华人又多。啊、哦，我那时候学广东话学的比英文还还要快。 所以我就后来自己决定说，那我去维多利亚大学，虽然排名没有那么高，可是那个地方其实呃还蛮淳朴的哈、哦，很乡下不是、啊、很乡村哈、哦，那环境很好。那我觉得学英文来讲，还有学费来讲，生活费来讲，我觉得还比较呃，可能跟温哥华比，真的是会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后来大学四年，我在维多利亚大学，那我学的是商哈，international business。那我现在做代办，我现在觉得也是跟商有关了哈，因为我是代理国外的学校好那对啊，所以我是代理国外的学校，那学校付我钱嘛，然后我做推广啊，然后呃缴台湾政府的税，好，所以。 好，<laughs> 所以我觉得，哎、欸，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好，所以很多留学生都会选择回国。好，那当然啦，我回台湾几年后，我觉得还蛮想加拿大的，所以我在想，哎、欸，我刚好毕业后有一年，我回温哥华当过代办，那我就来做做看这个行业，就没想到一做，哈，这个年头已经是十五年了。 <laughs> 好，那开了三间公司。那因为开完三间之后，我又回到加拿大住，因为那时候移民我已经拿到了。所以很多留学生其实如果累积足够的经验、啊，然后学经历之后，要办移民不会是太难。但现在很竞争啊，以前真的比较容易。所以我又跟我先生选择回加拿大，但这次我就没有选西岸，我就想选没有住过的东岸多伦多。好，那因为多伦多很特别嘛，很新鲜嘛，哈，很像我去过的纽约嘛。 我在准备住住看，所以今年是我第十一年要住纽约，所以你这样算一算，大概可以猜出我几岁了哈。好，那嗯，我现在住多很多，但我现在人在台湾台中哈。我伯伯是住台中，所以我台北人，所以我每次回来台湾就住台中。暑假我就带我儿子回来放假放暑假，所以我现在人在台中，所以呃之后陆续出发的学生会在加拿大见到我。那因为 l i 嘛哈。 呃，不 care 你在哪一个地点，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城市都有驻点代表跟学长姐，还有我可以协助，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出国后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来自于无知啦，哈、哦，所以这一份 PPT 以后就会送给我们即将出发的学生跟家长，哈、哦，不要那么恐慌，好 <laughs>、哦，加拿大多了解一点，哈、哦，那我今天就当一个呃旅游小老师，哈、哦，来跟你们介绍一下加拿大，好。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啦，开了三间公司啊，哈，那很快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是我们的周年庆。那我刚刚把它改一下哈，今年十六，呃，今年即将就会十六岁，好，那呃，台中十四岁，那高雄十二岁，好，所以以前还没生小孩前，我都开玩笑说有啊有啊，我有三个小孩，台北、台中、高雄，呵呵光顾这三个我就很累了。 那现在有自己的小孩，觉得顾小孩更累啊，工作还蛮愉快的。<laughs> 好好，来到我们的正题，加拿大。好，Why Canada？为什么选择加拿大？那很多人问我说：“哎、欸，我想要出国旅游，哎，还是去游学，你觉得哪一个国家比较好？”嗯，身为加拿大的语的学校代理商，我当然讲加拿大最好哈哈。那我去过其他的英语系国家啦，好，可能加拿大我比较习惯。 哦，所以就像台湾嘛，我们也比较习惯哈，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或不好，这个是你去过才知道。那每个人感觉不一样。那大部分的人对加拿大是以下这些感觉，对不对？环境很好啊，哈、哦，四季分明啊，哈、哦。我之前去过泰国，然后泰国人呐、啊，哈、哦，就问我说，诶、欸、听说你们台湾呐、啊，哈、哦，有四季？我说对呀、啊、，spring 嘛，summer 嘛，fall 嘛，winter 嘛，对不对？啊，你们没有哦。 他说没有啊，我们只有 hot and very hot，<laughs> 所以来加拿大第一个感受到就是，呜，好冷哦，哈，我们只有 cold and very cold，<laughs> 但真的住过一一个四季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好，因为真的不一样，就像台湾的冬天衣服都穿不太到，好，我们就会四季分明，好，所以我觉得来加拿大就是来体验好这个天气，所以不要再嫌我们加拿大很冷了，好不好？ 那当地人其实住一年之后，你就会觉得啊，习惯了啦，不会很好，那台湾比较湿，所以有时候十度的感觉，哈，加拿大就觉得还好，那台湾就会觉得好冷，好，所以很多学生去那里跟爸妈讲说，不会，加拿大真的没有那么冷。<laughs> 那有些来多伦多就觉得温哥华好像没有那么冷，可是温哥华比较湿，它靠海嘛，那多伦多在内陆嘛，哈，所以反而觉得多伦多没有想象中那么冷，好，这是多伦多的学生说的。 哦，那呃，我觉得治安很好啊，哦，那交通也很便利啊，哈、哦，因为美国中间比较停挤一点啊。哈，那加拿大的大城市啊都有捷运呐、啊，哈、哦，都有公车，所以学生如果没有买车去那边游学，其实很方便。那当然不可能十分钟一一一台公车啦，可是都有 app 嘛，你可以看一下，哎，几点公车会来，所以很多出去玩都是靠公车，就 OK。那也有火车啊，哈、哦。 嗯、那呃，生活费、学费合理，好、哦，不能说便宜，就是合理。那现在汇率比较低嘛，所以其实还蛮划算的啊、哦。那加拿大跟美国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种族啊，哈、哦，都是很多元，但是好像歧视来讲的话，好像比较少。因为加拿大教育蛮高的，所以不会因为你的皮肤的颜色啊，然后来呃，可能有一些歧视。那我刚刚才看一下新闻嘛，哈、哦，因为呃，贫富差距大。 然后现在很多国家对移民都比较排外，好、哦，那也不要忘记，很多移民带来很多的呃就业啊，哈、哦，还有很多的他们来也住嘛，他们也付钱嘛，哈、哦，所以对经济来讲贡献也是很大，好、哦，那加拿大其实生育率很低嘛，也要靠这些移民、啊，<laughs> 那不然这个人口也会跟台湾一样哈、哦，那个越生越少，哈、哦，所以移民还蛮重要的，好、哦，那呃。 全世界的那个教育水准来讲，应该是第一名的，嗯，所以我就还蛮 proud 的，我是在卖教育，OK，<laughs> 好，那呃，我刚刚讲的大概就是这些啦，哈，那我们的官方语言是英文跟法文，那你不会法文没有关系，因为它。 的很多卖东西上面都会写英文跟法文，所以有些学生说怎么办？我都看不懂，我英文好差哦。我说你要反过来，你看错边了，你是看到法文去了。<laughs> 那如果是温哥华的话，那当然很多移民都是华人嘛，哈，还有讲广东话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语言，好，那我们都很尊重啊，哈，所以呃，大家不要太嚣张，哈，讲自己的语言那么大声，哈，有时候是因为你的习惯不好，不是因为歧视你。 所以，呃，我们出国哈、哦，还是说，诶、欸，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尽量尊重当地的呃生活。好、哦，好，那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东边跟西边，就是左边跟右边。所以有些人地理不是很好，他就觉得，诶、欸。 到底温哥华在哪里？是左边还是右边？<laughs> 西边好，那西边就是我们台湾这一边有太平洋，那东边这边是大西洋，就是欧洲那一边。所以我那时候选来多伦多住，其实一没住过了哈，二就觉得自己工作机会也比较多啊哈，那三就是离欧洲比较近，所以以后我去欧洲玩跟回台湾哈，其实台湾还比较远，欧洲比较近。<laughs> 好，那其他的我刚刚讲了哈，生活水准高，犯罪率低，人口多元，比较没有种。 主题是好，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要去游游学或者是去旅游，我觉得当然要选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跳板。嗯，好，那纪念品的部分我们可以晚一点哦，花多一点的页面来讲。好，那我讲话比较快哦，那如果没有跟上的话没关系、哦、我们就把它录下来，你可以再看一次。<laughs> 好。 我其实哈、哦、本来也对旅游很有兴趣，有考虑过要不要当那个领队还是导游，可是我对这一种地理啊、历史啊，我真的是背不起来，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这太太尊敬他们了。好、哦，所以如果你有去玩的话哈、哦，我建议你都把他们的一些历史、地理、文化都看一看，你去那个国家比较有感觉啊、哦。好，那加拿大我们就知道加拿大英文叫 Canada，那阿公阿妈就讲啊加拿大，好、哦、加拿大。 哈，<laughs> 好很大，好、哦，跟啦多年了哈、哦，所以加拿大其实就呃地广人稀啊，啊、哦欸欸，我有做一个小图，还没有跑出来。那你有看到左边这里有个岛吗？那这个岛看起来有点小哈、哦，那个就是温哥华岛。那最下面横村的位置哈、哦，跟台湾一样是长的，横村的位置就是维多利亚。好、哦，那那个岛大概跟台湾比，还比台湾长一点点。好、哦，所以不要讲呃。 维多利亚就温哥华岛是个小岛，它比台湾可能再长一点，<laughs> 所以你看台湾跟加拿大差多少倍？大概是三百多倍吧，哈，我忘记了哈，所以呃，来加拿大的话，你会觉得哇，好大哦，嗯。 那加拿大的话，行政区就划分十个省，人够多才有办法是省。那上面这三个就是领地。那领地的话，就包含，例如说看极光啊，对不对？黄刀镇在啊，育、呃、空，育空。好、哦，那中间还有两个。好、哦，那白色这个地方就是，嗯、呃，像北极那边嘛，有湖嘛，对不对？有冰嘛，哈、哦，所以呃没有人住。 没有人住，那大部分都集中在 B.C 省啊、亚伯达省啊、后安大略省啊，还有魁北克省，就是呃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哦。那三分之一的人，诶、欸，三分之二的人都在这这几个，那其中三分之一就分散在其他，例如说中间的，好、哦，还有比较靠海边的小一点的省。 那学生如果要选择读书的话，你可以考虑到很多啦，例如说你的预算，每个省都有不同的呃那个税嘛，哈，还有嗯天气啊，哈，还有呃你自己觉得便利度啊，哈，那当然呃越多人住的地方当然就是越方便嘛，哈，但华人也是越多哦，那人多但工作机会也越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能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取舍。 哦，你就做两张表嘛，哈，取舍呵呵没有那么难，哈、哦。那大部分读语言的话，还是会选方便一点的，比较呃习惯一点的。B C 省跟安大略省，就是温哥华更多人多会比较多。好，那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城市，好、哦，温哥华、维多利亚，哈、哦，那卡加利，哈、哦，打工客很喜欢卡加利，上面还有一个爱德蒙。 顿是不是 Edmonton 好、哦，那 Winnipeg 哈、哦，小熊维尼的故乡哈、哦，那东岸这边有多伦多，你看那个地理位置，多伦多还是最难的哈、哦，那这里在五大湖区，然后省会在 Ottawa 哈、哦，那上面就 Montreal 第二大城，法语的，那 Quebec 就是 Quebec City 啦哈、哦，是一个古城，我觉得这几个是很好玩的地方，大家应该呃不陌生。 好，那这个是因为我上次讲的 EMBA 嘛，我就觉得讲一点不一样的人口分布嘛，哈，那人越多代表说，就像台湾一样啊，哈，哪些是直辖市啊，哪一些比较偏僻，你会非常的讶异，哈，温哥华的人口其实只有排在第第八名，哈，那温哥华市，那可是如果包含它附近的大温地区，因为像台北市，其实不大。 可是附近的大台北地区加起来人口是很多的，所以它就一要变成第三大区。好、哦，那多伦多这个城市不小，而且人口也是最多。那包含它的大多地区就是 GTA 啊，哈、哦，那就是第一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大多地区。好、哦，那为什么我选择多伦多？我觉得比较热闹啦。好、哦，那当然就是呃比较密集。 好，所以有点感觉像纽约，有点感觉像东京，好，有点像是伦敦。好，所以我觉得来多伦多，你感觉到北美的感觉，有那个 vibe，有那个动力。好，那多伦多是整个北美第五大城，那北美就两个而已啊，美国跟加拿大第五大城。好，所以前面四名是美国，那呃加拿大。 第一大城，北美第五大城。那么 Montreal 其实很特别，我们台湾人对他不是很熟悉。那因为后来啊，韩剧鬼怪在那边拍了，所以大家对那个蒙特罗啊就很有好感。好 <laughs>、哦，其实它是第二大城，讲法语的。全世界好像除了巴黎以外，还有一个城市我忘记了，它是第二三第三大讲法语人口多的地方。 嗯，好，那第三大城市卡加利，所以卡加利的人口其实比温哥华还要多。可是温哥华如果再加上它邻近的那些城市、啊，然后它是第第三的啦，哈。好，那下面那几个城市其实都临近多伦多地区，所以呃，如果你以后要工作的话，还是要读书的话，想要找没有读书的话想找好工作的话，比较容易找的话，人口多的可能会比较容易找，但也相对的比较竞争啦、啊。 嗯，所以有些年纪大的人，他就会选择去比较呃小一点的城市，因为人口外移比较严重，当地人比较不想做，可是薪水可能也没那么高，可是消费也没那么高啊，哈、哦，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去取舍。好，那这是我刚刚抠下来的，因为刚刚那张图啊是两年前的，然、啊、我再看一下，大概也是我说的这样子，然、啊、后安大略省人最多，魁北克在就是英属哥伦比亚省，所以这三个加起来大概已经占了三分之二了，嗯、然后其他就是很少的。 好，那因为今年开始，呃，一些呃政策不一样了，所以会吸引比较多人去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那很多地方我其实也都还没去过，因为每天都很忙啊，吼所以期待啦，今年、明年啊，其他的省我要去攻略 <laughs> 我要去看，好看完之后我来开分享会给大家。好像隔壁的 m i n i t o b a 我就没去过，那你不要觉得隔壁好像很近、欸、隔壁可能开车要八个小时以上哈、欸。 所以啊、呃，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玩。好，那呃，时间关系，我就不要讲太多的地理，免得大家睡着。我们来讲一些热门城市。 好，那热门嘛哈，我自己来写的那个顺序啦。哈。有些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哈。那这些我比较熟。哈，那第一大城就是多伦多。那很多人问我说啊，你什么时候会想搬回温哥华啊？我觉得有一点回不去，好像住惯台北了，就好像比较不想回台中的感觉。好，那我呃，二零零二零一三呐。 对，二零一三年的时候，我二零零三年回台湾定居哦，二零一三年回加拿大多伦多定居。那时隔十年嘛，哈，但我中间都有来回跑。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新的一个落脚处，所以对他的感情还蛮特别的，是停留在三十几岁。那以前温哥华第一次落落地的时候是十七岁嘛，所以那比较像我的青少年时期。那多伦多比较是我的中壮年时期，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来这边交朋友啊，好，然后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啊，不一样的文化啊，不一样的美食啊，我觉得多伦多不会让你太失望。 好吧，那多人多的话，呃，当然你荷包要看紧一点，好，因为去哪里大概都要付门票，都要付吃饭呐、啊，哈、哦，但交通哦是月月票的，所以学生来这边到处乱跑，因为车票不用再付钱嘛，所以生活蛮多彩多姿的，嗯，那呃好，很多好玩的地方我晚一点再讲，我们讲城市就好，好，那学校也是最多的、哦。 哦，所以多伦多大学很有名嘛，好、哦，那还有约克大学，还有呃以前叫 Ryerson 大学，现在叫多伦多都会大学，这是三大名校。那学院的话有四所，有 George Brown，有 Seneca、Centennial 跟 Humber，好、哦，那也也都分散在多伦多的东西南北啦，所以来这边读书的话很 OK，嗯，那还靠近纽约啊，对不对？靠近魁北克啊，所以你从这个点要去哪里玩也都很方便，嗯。 那第二热门城市啊，哈，其实很多人的心目中是第一名的，是温哥华哦。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存钱去温哥华玩。那温哥华就是好山好水，那也不会很无聊啦，就是很多大自然。那它靠海嘛，所以然后旁边又有落基山脉，所以你要上山下海，其实一天就可以办得到哦。但如果你要去比较远的落基山脉的话，从卡加利那一头去的话比较近，大概开车一个小时；从温哥华开过去可能五到八个小时，有些人。 边开边玩嘛、啊，那中间还会经过很美的一些城市，还有酒庄啊，所以温哥华就一个字啊，就是美啊。<laughs> 那华人多，那华人当然多的话，治安真的比较好哦、呃，那你来东岸，你就会看到比较多从拉拉美来的啊，还有还有那个非洲来的啊，就是颜色可能一一个光谱好了哈，从很白到很黑都有。 哦，那温哥华可能就比较黄种人多一点，那三大移民啦，就是大陆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哦、但他们都还蛮共生共存的，我觉得还蛮和谐的一个城市、哦。那这个蒸汽中大家看到了吗？哦、所以很多漂亮的照片都是从温哥华来的。好，那卡加利呀，哈、哦，就是有个牛仔之城的称号。那 我是觉得比较土土的感觉，但它就是牛仔之城，哦、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很华丽，我觉得它很朴实，好、哦，那它也办过奥运，好、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很适合居住的城市，哦，那有些人说它在落基山脉这边呢、欸，其实它生活条件也不错，可是它冬天真的有一点长，但没有那么严峻。 哦，所以有些人说卡加里也很冷，其实还好啦，哦，那它比较干，因为它在内陆。哦，那落基山脉的这一头，那因为它的税很吸引新的移民跟留学生，它只有五趴，因为那个省太有钱了，产天然气跟石油。哦，所以如果你来这边消费跟定居的话，它只扣你五趴的税。哦，所以很多人选择这个地方，嗯。 那我上次去的话，我记得我们开了三个小时去恐龙博物馆，化石的哦哈，然后就开好久好久、哦，三个小时，我都觉得我开到隔壁省了吧。然后在 Google Map 打开来看，它只有走那么一点点，就觉得不愧是草原三省之一啊哈、哦。那其实到那个呃 Saskatchewan 可能还有这么远哦，我们只走了一点点哦，所以你去那边你会很容易就觉得，天哪，这个地真的超大的，哦、好。 那 B.C 省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叫维多利亚，好，那我觉得这个城市一定值得介绍，因为如果你有去呃温哥华七日游的话，可能会有一天带你去维多利亚。那维多利亚哈有点像台湾旁边的澎湖，它需要坐船过去，那那个船程大概一个半下去之后还要再三十分钟，所以这样全程可能大概三个小时，从温哥华市区到维维多利亚市区。 哦，但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如果你没有钱去英国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维多利亚，最有英国味。好、哦，那保留一些原住民的东西啊、呃，最多哦，那很有呃氛围感。好、哦，所以浪漫的学生一定要选维多利亚。那这个漂亮的房子是省议会啦。好、哦，那以前那个开会嘛，那个西安的议员要去冬天要去开会，去那个奥德瓦太远。 他们觉得太冷，所以干脆西边也建一个。所以冬天的话来这边开会，夏天的话才去那边开会，是不是很棒？好、哦，所以晚上会点灯，所以维多利亚很美。那这边还有一个 b u c h r Garden，布查尔夫妻、哦、他们自己弄的一个花园。所以来维多利亚看花，所以维多利亚叫花园城市，好吧？所以如果你想要不要看到那么多移民，那那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啦，因为比较多有钱的移的退休人士定居在那里。 好、哦，所以把房子卖了，好，那维多利亚住，所以那个地地方治安很好，风景很美，那也没有很多的呃诱惑啦，所以在那里也是蛮省钱的啦。好、哦，一定首选维多利亚，英文会进步比较快。嗯，那奥德瓦的话是我们的首都，那首都嘛，哈、哦，这里有一个丽江运河，好像叫丽江啦。哈。那冬天的话可以在上面滑冰哦，哈、哦，那这个是我们的首都，那刚好介于嗯。呃 多伦多跟 montreal 的中间，那以前那个当地内乱嘛，然后英国人跟法国人打仗，英国人打赢了，所以就盘踞下面这块比较天气不冷的，然后就是安大略省。那法国人打输了嘛，他们就盘踞上面那一块，叫呃呃魁北克好省。 好，所以他干脆就把首都弄在中间，然后过了一个桥，其实就是呃法语区魁北克，所以阿尔瓦就地理位置非常的特别，好、哦，很靠近法语区。那很多人就是觉得，哎，那应该经济是第一名的、啊，不是经济第一名是多伦多哦，但那里的外交，这你你随便走路，大概十个里面大概有五个吧，全部都是跟呃公务人员呵呵，不一定是外交官呐、啊，但应该都是公务人员，所以在那里气质最好。 嗯，那以前疫情嘛，哈，COVID 啦、啊，然后不是下令说要戴口罩吗？那加拿大人啊，就白人嘛，热爱自由，他们死都不戴口罩。可是，一下那个禁令的时候，戴戴口罩最高的那个率啊，哈，最听话的就是 Ottawa。嗯，<laughs> 所以如果你觉得哎想要很有规矩的话，你可以去 Ottawa。那那个地方很美，而且非常的干净啊、哦。那你有看到旁边有那个郁金香嘛哈。 我讲一个小故事啊，为什么澳利亚为什么有郁心郁金香节？哦，因为呢，二战期间呢、啊，呃，那个荷兰啊被德国啊攻，就是叫什么打仗嘛，哈，侵略，然后他们的皇族就举家跑来呃加拿大避难哦。那因为那个时候的女王啊，好像叫 Juliana 哦，跟我名字差不多，她怀孕嘛，哈、哦，所以呢，那怎么办？可是生下来的王储，她小孩就王储嘛。 如果在海外生的就没有继承权、哦、所以加拿大政府就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哦，那不然那个呃，朱莉安娜皇后的小孩干脆那个医院我就送给你，变成呃法呃荷兰的领土，那生下来就会是荷兰籍。<laughs> 你不觉得好贴心吗？加拿大的人好好哦。 呃、嗯，所以呢，他就生下来了。那等到战争结束了，他们回国了，也顺利继承皇位了。所以荷兰人，荷兰这个国家为了要感谢加拿大政府，他每一年都送大量的郁金香。那我们的省议会为了庆祝那时候生了王储嘛，也破天荒的哈、哦、有升那个荷兰的国旗，没有升过其他国家的国旗，有就有升过荷兰的国旗。所以荷兰跟加拿大非常的友好哈，我们也希望台湾跟加拿大非常的友好哈、哦，有这一段的很。 特别的一个故事，所以为什么在外面都有很多的郁金香？好、哦，是因为荷兰送过来的。好、哦，是不是很感动的故事、no? <laughs> 我是不是要当导游？<laughs> 好，那这个地方大家应该对花没有兴趣啦，是对鬼怪比较有兴趣啦。哈，那。 也不是鬼怪了，鬼怪在魁北克了哈，但这是附近的一个城市，它的建筑物也非常漂亮。然后那个呃，有时候国庆日啊，哈，它会在上面打灯，所以七月去奥特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节。那秋天的话，有很多枫叶啊，哈，那那边有个阿甘昆 park，阿甘昆国家公园，哈，所以看枫叶的选这个地方就没有错了。好，那不好意思，我刚才讲鬼怪是下一张，因为那两个那个呃建筑物很像。 好，那这边有一个城堡饭店啦、啊，哈、哦，所以鬼怪就在这边拍的，哦，所以很美，好、哦，所以连我妈来都说，哎、欸，她想去找那个门，我说什么门？<laughs> 大家排队跟那个门拍照，啊、哦，那后来我最近才看了鬼怪啦，哈、哦，疫情期间很无聊来看，我才知道，哦，好呵呵，好，那就这样。那去魁北克其实最特别的是它是法语区，所以它有浓浓的法国的风情，你会觉得来到两个不一样的世界，英语系的世界跟法语系的世界，好像来到法国。 哦，所以很多建筑物啊，还有很多的教堂，非常的美哦。那很多教堂名字我都忘光了，你可以自己去查啦。好、哦，那如果来魁北克要吃的美食，我等一下可以讲。嗯，那如果你要来度假打工的话，你也可以选法语区啦。可是如果你不会讲法语的话，我就不知道你要怎么找工作。但当地人都会听得懂英文啊，只是习惯来讲还是会用法文。OK，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刚刚这个地理已经讲完了，好、哦，穿插一点文化。 啊、哦，那我们来讲一些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是我出发的学生，请把这一页都背下来，有没有啦？<laughs> 好，因为你到时候去要交朋友，你也最好把台湾这一部分呢、啊，也把英文的部分练习，免得到时候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聊。 OK，不是英文的问题，是你自己知识浅薄。好，那如果你想跟加拿大人聊天的话，我是觉得把基本的东西都有认知，你再来问他，不然你问的都是很蠢的问题，他可能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英文不好听不懂，而是他觉得你真的太无聊了。好，<laughs> 好，那首都哦，所以这要小考哦，哈，首都是哪里？渥太华。OK，<laughs> 那呃，那个。 硬币啦、啊，不是硬币，那什么钱呐、啊？哈，currency 就加币。好，那我们用的是自己的，不是用美金。好，那语言呢？好，那我讲的母语好是英文跟法文。好，大概三分之二的人讲英文，三分之一的人讲法文。那人口呢？三千八百多万人。好，比台湾再多一千多万人。嗯，那时差来讲，对很多学生都很重要。我觉得多伦多的时差超级好，因为它。 大部分是差十二小时，那有时候有日光节约时间会往前调一小时，所以就差十三小时哦，所以很好算。所以我每次要咨询的时候，学生都说：“哈，你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几点呐、啊？”我说：“你几点我就几点呐、啊。”好，你如果是晚上八点，就说晚上八点哦，那顶多就是我可能是九点。好，所以就这样。那温哥华的话，可能再往前推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嗯。 那宗教来讲，因为一开始这个国家比较多的移民是，是因为加拿大其实一开始原住民因为北美不就原住民嘛，那来了很多欧洲的人，那英国人最多，所以大部分他们不是 Christian，不然就是 Catholic 啊，所以蛮多。可是加拿大种族真的很多元呐、啊、哈，所以其他的宗教我就不讲了。嗯，那电压的话，我觉得非常好，跟台湾一模一样哈，<laughs> 然后那个桶也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带那个呃。 吹风机呀、啊，吼、哦、那个孔啊，还有那个手机呀、啊，吼、哦、充电的啊，都一样，好、哦。那国码的话跟美国一样加一就好，好、哦。但我们现在很少打电话、啊，都是用 Line 啊。那网络好不好？很好，因为加拿大也是个冷的地方，没有网络很无聊啊呵呵，大部分在家里上网啊，哦、网络很好。好、哦，那这个是钱的部分，有没有像大富翁？哦。 我最近去菲律宾回来，我觉得他们的钱跟我们跟那个台湾的钱也很像哈、欸。台湾蓝色的是最大的页的那个币值一千块，我们蓝色的是最小的五块。5塊 <laughs> 好，那上面大部分都是总理啦。其实里面少了呃十块有在一个新版，是一个长条形的。好，那上面是一个黑人，所以第一次有黑人的一个女性。好，我还记得她叫 Violet，因为我那时候考公民考试有考啦。哈、哦，嗯。 有不一样的版本，因为大部分的呃纸钞都是横版，对不对？哦，那加拿大也出一个紙版，很特别。所以有些人回台湾都会收集一下加拿大的钱回去做纪念。嗯，如果真的不想买任何的东西，你就把钱带回去做纪念，我觉得蛮好的。那加拿大是比较君主制嘛，哈、哦，它是 Prime Minister，跟台湾总统制不太一样，所以他还是很呃对英女皇是很效忠的。其实那个时候，美国跟加拿大。 都是英国人，那他们就划分界限。我们还是要推崇英女皇，呃，那美国说我要自由独立，我不要英女皇，<laughs> 我要总统。好、呃，所以加拿大的二十块的钞票上面其实是呃英女皇。哦、呃，那钱币来讲，现在其实很少人在拿那个钱币了，因为大家都刷卡比较多。然后一员的 penny 在好几年前啊，疫情前就取消不用了，所以以后都四舍五入哦。那加拿大的钱比较。 所以有些东西买一个菜可能就五块，点多少？那点多少？那个倒数第二位的小数点第二位的就四舍五入。OK，好，那来这边上英文课一定会教你啊，一块钱呢、啊，英文那个加币怎么讲？One dollar 嘛，对不对？小小学都学过 One dollar，可是它有 nickname 哦，哦，下面有写，它叫 Looney。 嗯 l o o n y 就是那个鸭还是鹅啊？它叫 l o o n y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哎、欸、，do you have a l o o n i 你就选香槟瓜哥啊哈，因为一块钱的意思啦。那美国是讲 one buck，buck buck 是鹿公的鹿，母的鹿公鹿，所以叫 one buck。do you have one buck？那我们在加拿大讲的是 do you have one l o o n y 那两块钱呢？我们两块铜板呢？哈，是不是长得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不、嗯、是，比较像台湾是下面那个啦，哈，一块，那上面那个是里面是铜的，外面是有一点像这样子白的。 很漂亮哈、哦，那他不叫 bear 哦，因为上面是一个 polar bear，它叫 t u n y 因为是 two o u n i s 所以就叫 t u n y 好，那其他的跟美国是一样的啦哈，所以只是跟你讲个好笑的。如果你去语言学校的话，可能会学这些东西，加拿大文化。好，那考验一下这个是谁？好，因为大家都不能讲话嘛哈，所以我就直接帮你公布答案。呵呵这个叫杜鲁多，好、哦，还是杜鲁道啊？这是我们的 prime minister，帅不帅？ 很帅哈，<laughs> 还连任了哈啊、哦，那呃他会讲法文，然后他会讲英文，所以其实你要重政的话，两个语言都要非常的流利哦。那他爸爸曾经也是总理哦，所以他是第二代，那他名字有点长哦哈。好，那接下来看这个就好笑了哈、哦。疫情期间，因为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是是两年前嘛，疫情期间他变成这样，呵呵呵好那。 加拿大的政治地位其实是比较 peace 的，好，所以你很少看到加拿大在政治上面有跟其他国家有什么纷争，好，所以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非常爱好和平的一个国家啦，哈，所以我觉得跟台湾也很像，好，所以我觉得，呃，出国，哈，那大部分都觉得台湾人很好，那一样嘛，如果你遇到加拿大人，你会觉得加拿大人其实大部分是很友善的。 好，那呃，我们快快的讲完前面的，我们来讲一些比较好玩的旅游，好不好？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当那个领队导位置，像这个我就讲不出来了，<laughs> 好像是一千万呢、啊，哈、哦，平方公里。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台湾就在这里，台湾这么小一点点，好、哦，所以你来加拿大一定觉得很开心啊，哈、哦，就觉得哇，好多未知的东西等着你探索。那加拿大的国土百分之七十其实都是大自然，没有人住啊。哦 那天然的景观很美，好，尤其是班夫，好，还有路，那个瀑布啊、哦。那其他的人文呢、啊，会让你就是间接很喜欢这个国家。所以有些人就觉得美国跟加拿大差别是什么？我觉得除了天然以外，还有人呐、啊，很不一样。嗯，好，那这个是呃，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我自己写的啦。<laughs> 你自己以后心里会有一个排名。 好，那很多学生去过了，就会觉得非常的呃惊为天人，哈、哦，叹为观止，好、哦，落基山脉，啊、哦，那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我们很少去爬玉山吧，哈、哦，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很大山大景的东西，那再加上路易斯福，所以这张照片呢、啊，每一个学生基本上他 IG 啊 FB 都会 po。 <laughs> 那冬天的话，可以在那个湖上面溜冰哦。哦啊，夏天可以在那边划船，也蛮美的。那下面有一个城堡饭店，还蛮贵的哦，一个晚上可能一万台币哦。嗯，然后那边有温泉，嗯，所以可以去泡温泉。然后也可以跟团呐、啊哦。你可以先去温哥华游学，或是温哥华玩，报当地的 local tour 哦，当地的旅游哦公司，然后再来个三四天吧，然后会带你去那个呃。 哥伦比亚大冰原，那那个我就没去过，然后就去比较冰川里面去看万年冰川，好，然后让你知道现在温室效益的可怕。<laughs> 好，这是第一大国家公园。那加拿大有非常多的国家公园，好，所以可以自己自驾。那我们开车也是同一个方向的，也是用公里的，所以记得去换你的国际驾照。嗯，那台湾的驾照其实是可以换当地的驾照，好，那这个今天就不讲了。所以开车是很方便的。 好，那第二大的话，我啦就觉得瀑布啦。好 <laughs>、哦，每个人来多伦多就说我最想要看的是瀑布。那我就说，其实瀑布不在多伦多哎，它还离多伦多大概开车两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在多伦多跟美，诶、哎，加拿大跟美国的边境。那比较漂亮的是从我们加拿大看过去，所以很多人美国人来看是看另外一面，我们看的是正面，他们看的是有点侧面。 哦、那晚上的话也会打灯呐、啊，可是不是那种灯光秀啦，就是很宁静的就这样子不动。哦，那有时候夏天的呃周末周日也会放烟火，十分钟就没了。嗯，然后当然去那里不要错过，除非是秋天冬天没有办法，不然的话呃有那个嗯湖中少女号，嗯。 那那个一定要搭，因为我觉得搭了之后，你会看到那个瀑布在你的上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哦。我搭过两次啊。那当然，如果你预算比较高的话，你可以去搭直升机，嗯，好像十分钟可能会花掉你八千块一万块吧。从上面看，那如果预算很足的话，要过夜的话，你也可以去住他们的饭店，最好就是面湖景，好、哦，直接从上面往下看哦，那那边也有一根呃，Sky Lot。 可以去旋转餐厅吃饭，或者去上面看，也从比较高的位置去看这个瀑布，好不好？所以很多方式可以看瀑布啦。<laughs> 好，那一定要去，好，因为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瀑布之一吧？应该最大吧？嗯。好，那这个部分呢，极光呢，是我住了那么久，从来都没有想去看过，因为我觉得太冷了。好，但因为去年、欸、今年呢、啊，不是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嘛。 不是说什么北美极光大爆发吗？那那天我去帮学生庆生了，我真的压根都不知道这个新闻，所以大家都在 PO 他们的极光照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所以突然间我就很想去，所以我应该今年、明年一定会去一趟吧。<laughs> 好，那最有名的地方是黄刀镇，虽然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啦，可是如果就是以旅游来讲的话，那个地方呃比较多，好、哦，还可以去呃。 拉雪橇啊，吼、哦、那个爱斯基摩犬的啊，还可以去冰雕啊，吼、哦、可以去看风景啊。所以黄刀镇是很多学生去温哥华游学的话，再多个加币一千块吧，台币两万块就可以去的地方，好、哦，所以不容错过。嗯，好哦，再讲一下，我以前呢、啊、在维多利亚有在纪念品店打工，然后呢日本人跟我讲的，他说日本人很会包装极光，嗯，他们把它包装成那个。 呃，幸福的象征，幸福之光，两个恋人如果一起去看极极光，一定能幸福一辈子。嗯，那因为我们在纪念品店嘛，我们就在卖原住民的东西嘛，那我们就知道原住民把这个极光当成不祥的预兆，<laughs> 好不好笑？哦，所以日本人很会做生意，好 <laughs>、哦，所以呃，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好，那这个就是如果很多家长来。 呃，多人多看小孩啊，有时候会问我说去哪里玩，我说那你就跟团呐、啊，去那种加东三日游，好，那加东三日游就很快带你去一些呃很有名的地方。所以我刚才讲下面这个就是呃一个教堂，名字叫什么忘记了，可是它有那个呃天空星星空般的屋顶，很美啊、嗯。那还有千岛湖，千岛湖我上个月才去的哈，啊，真的叫那个烧身 n d 哦，你知道千岛酱的由来吗？ 就在这里，呵呵因为那里有一个岛比较大，然后里面有主人，然后有一个 castle，他就请他的宾客来吃饭，然后宾客对他就说，那一定要比较特别的东西，叫厨师准备特别的招待他的的客人，然后大家对那个沙拉上面的酱赞誉有加，哦、嗯，那也不知道名字是什么，因为那是私厨嘛，所以后来回去之后，大家都在想这是什么酱，那后来干脆叫它千岛酱好了。 <laughs> 对，所以去那边要买签的，这样，嗯，好，然后还有可以去这个奥勒瓦、蒙特利尔啊，一起去玩，好，所以加东三日游，嗯，好，那回到温哥华西岸，那大家一定会去 Stanley Park，那 Stanley Park 以前是我高中回忆啦，每次就洗个脚踏车，那骑一圈哈、哦，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哦、呃，但是就是一个最大的城市公公园。 就像台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那样子，可是这个占地啊比整个 downtown 还要大，所以你去看那个呃 Google Map 的话，你会发觉它 downtown 怎么一点点，可是它的那个呃公园这么大哦，所以温哥华到处都是公园，好、哦、多伦多也是、哦、所以加拿大很绿化。好，那金门大桥的，那个狮子大桥就跟那个金门大桥长得很像，可是它是红色的，嗯。 好，然后呃，就 l i n n Gate Bridge。好，那惠斯勒就我刚刚讲的嘛，可以去滑雪，也办过冬运。那我第一次去滑雪的话，是跟学姐去高中，我只是去喝个咖啡，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它是绵延不绝的山，所以这样看过去，整片都是落基山脉，非常的震撼哦。那高中什么事没做，我就在学滑雪，所以我真的觉得还好，我高中就学滑雪，要、啊、不然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才在学，有一点来不及。<laughs> 哦，所以去加拿大一定要学滑雪哈，以后去韩国啊、日本滑、啊，你就会觉得很厉害哈。所以呃，有时候那个我我就带学生，有时候学生就刚到嘛，我要滑雪，每个礼拜都去，我就带他们去滑雪，马上时差就调回来，因为摔的摔个半天，然后隔天就睡一整天，后天时差就回来了。嗯，<laughs> 然后你攻顶的时候哈，它就有绿线、黄线、黑线、红线之类的哈，那你可以知道嘛，什么线代表它的难易度。 有的学生就说：“嗯，我觉得啦，这个黑线看起来好像，呃，很多人都黑线，那应该是最简单的吧？就殊不知黑线是死亡之线啊 <laughs>！以后看到黑线的，尽量不要去试啊！哈、哦，是最简单的绿线、黄线，好、哦，可能还有蓝线、红线、黑线。OK，好。那温哥华，我本人最喜欢这个地方，约会圣地。那这个地方有像雪梨歌剧院哈。哦” 很多人都以为是雪梨歌剧院，不是、啊，它是 Canada Place，哈、哦，它是一个呃会议会议，会议这是什么？呃，会议中心啊，嗯，有点像台湾的世贸，嗯，所以那地方很美，呃、哦，那旁边有一个老街叫 g a e s t o w n g a e s t o w n 里面的中间有一个蒸汽钟，那那蒸汽钟是用蒸汽的、哦，还没有电哦,哦，一百多年哦，那嗯，哦，四十年了，对不起，四十年历史，然后有一年哦就被围起来，因为。 有被车撞到坏掉了，所以坏有在修哦，都好了。所以啊、呃，然后每一个整点啊，都会唱唱歌，都会喷有有声音，然后一个整点就会唱唱完一首歌。嗯，好啦，我现在讲的就是你到时候去会看到。那我讲的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是你一去看，一定比我讲的还要更有吸引力。<laughs> 好，有时候就跳过跳过。 好，那维多利亚我刚刚有讲了，我就带过啦。好，那呃，我觉得可以去吃吃看他的下午茶。那这个漂亮的房子叫 Empress Hotel。那英女皇有时候会来来加拿大哦。那她还有她自己有她自己的下榻的一个别院，她不用来住这个饭店，好、哦，但很有英国的味道。那里面的下午茶 high tea 好、哦、很有名。 那维多利亚发展比较早，有点像台湾的基隆好了。以前港口都在维多利亚，所以它很多的老的建筑物啊，文化都保留在那里哦，所以呃，可以去看看。 那左边一个岛嘛，右边有一个岛啦，哦、叫 Prince Edward Island，叫 P E I，然后旁边还有个 Halifax。有一次我就去加拿大的第一年，我就开车 road trip 嘛，哦、跟我先生，我们开了十天呢，哈、哦，但是每个地方都晚呐、啊。但开到那个点的时候，就等于是加拿大的最东边，我觉得非常的感动。<laughs> 我已经从最西边来到最东边，非常好。 啊、嗯，那这个地方气候也很宜人，比较小镇。那台湾人对他知道的比较少，所以目前来讲，我送学生过去一年大概就只有个位数。但因为现在很多西家带卷的来读书啊，我是觉得那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跟我再来问。那因为那时候去只有十天呢、啊，我也是玩的很快。那我最最最记得就是我妈妈最喜欢的啊，红法安妮。 红发安妮的故乡哦，那其实它是杜撰的啦，哈，只是它的作者他是用那个地方来取材，所以没有这个人哦。很多人都说我来找红发安妮了，好、哦，它叫 Anne of Green Gable，它红色的头发啊、哦，没有这个人，嗯。好，那回到多伦多，那这根呢，哈，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干嘛的？这根之前呢，哈，呃，它一九七九年建的，嗯。 大概就我生日的时候了 <laughs>，好，那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塔。好，那后来有台湾的一零一比它还高，但它有去抗议耶。台湾的一零一是 building 哎，它不是塔哎，塔应该是 tower 哎，对不对？而且它没有其他的用途，它就是一个塔。所以后来一零一在上面也弄了一个塔。<laughs> 好，所以现在很多都在比赛，它就被比下去。可是如果真的讲塔，它、啊、没有其他的功能的、哦、话，真的就是个塔。这个还是第一名啊，好，所以可以去上面看风景。 嗯、看夕阳，好，所以学生一定会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浪漫的约会景点啦。约会圣地。好，那十大就大概讲完了，我随便凑十大，很多地方我还没去过，所以呃，我就没写在上面了。好，那这个地方来讲一下我们的文化。那我觉得来加拿大最害怕啦，就是说我人生地不熟、欸，诶，那举目无亲，诶，那我去那里会不会很孤单？ 我是觉得不会啦，去那边会有不同的人种，而且有时候交朋友也是不看人种，嗯，那当然有时候你也要呃能沟通啊，哈，然后基本的常识啊，所以有时候哈，你交不交到朋友跟你英文完全没有关系，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呐、啊，有不有趣啊，这个人和不和善呐、啊，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来来加拿大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种族融入。 呃，融合的感觉啦，所以有些人就说，诶、欸，呃，美国啦，就比较像一个一个种族的熔炉，像一个汤，哦，全部都融进去了。我觉得加拿大比较像沙拉，嗯，每一个国家还有自己保留自己的文化啊、哦，所以我觉得很尊重彼此的一些文化，我觉得非常好。那来多伦多的话，因为夏天很短嘛，所以每一个。 民族都抢在夏天要办他们的 festival，所以每一天基本上每一天，那周末啦，尤其就很多，你可以去参加巴西的啦、意大利的啦、印度的啦，呃呃,呃，我们讲台湾有台湾的，大陆的也有，然后很多很多好，所以来加拿大不会无聊啦。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加拿大的食物，好不好？<laughs> 听着听着好像也饿了。<laughs> 好，那。 呃，很多学生来加拿大都会，我就问他啊，来加拿大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很多学生大概三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就会问我说，呃，来加拿大什么东西是必吃？哦，台湾真的是一个吃的民族，<laughs> 但不太可能台湾那么好吃啦，哈、哦，因为我们对台湾的食物比较习惯。那如果来加拿大来尝鲜呐、啊，哈、哦，不一定好吃，但是就是来吃吃看他们当地人吃什么。嗯，所以我觉得第一名啦，大家对他的咖啡 Tim h o r t o n 一定是最有。 呃，怀念，因为 Tim Horton 就像我麦当劳一样哈、哦，它是比较平价的速食店。 但是美国是麦当劳，加拿大是 Tim Hortons。那 Tim Hortons 真的有这个人，他就叫 Tim Hortons。哦 <laughs>，就像朱丽安那、uh, Julian Studio 嘛，吼，真的有朱丽安这个人。好、uh,，那他就创立这个品牌，然后有最多的连锁店，所以你走到哪里都会有 Tim Hortons。那它也是个早餐店，所以去的话就点早餐。然后如果你喜欢吃甜点的话，那就有 Donuts，所以他 Donuts 也很有名。那去年找了那个那个贾斯汀嘛，小贾斯汀来代言。小贾斯汀是多人多人哎、欸，很多人以为他是美国人。 他是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吧，好像被发掘，然后去美国发展，<laughs> 然后加拿大人就觉得很生气。我们好好的一个小帅哥，为什么你去美国之后就走中了？<laughs> 好，所以呃，Tim Hortons 是加拿大的。那我每次回来的伴手礼，基本上都会买 Tim Hortons 的咖啡，好吧？就加拿大的味道。好，那呃，以前我都开玩笑叫学生说：“哎、欸，你去点，我付钱，你去点。” 他说：“可是我不会点哎、欸。”我说：“咖啡你就讲。”他就讲 “coffee” 吗？我说：“不是，你跟他讲 ‘double double’。”他说：“什么叫 ‘double double’？” 我以前很瘦诶、欸，我很会喝甜的耶哈。double 就是他都会问你啊，你要你的 coffee 要什么 coffee？就普通的 regular coffee，他一定问你 sugar 还有 cream。那学生都会讲 yes，呵呵呵然后讲 one or two，对不对？一颗两颗。那如果你要 two 的话，有点过分了，就觉得好像你怎么要 two？所以干脆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名称，就叫 double，两倍。 好、哦，所以你跟他讲 double double，所以 Tim b o r t o n 有一个词啊，很多人不知道叫 double double。那你喝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非常的甜，就像我现在在喝那个台湾的珍珠奶茶一样的，啊，很喜欢带糖的。所以外国人很会吃甜的哦,哦 <laughs>，double double。但是如果真的太甜的话，你就 regular 就好。OK。 那 fish and chips 因为很多是英国依来的嘛，所以很多的餐厅就是吃炸鱼炸薯条。那我们这边的 fries 也叫 chips 嘛，因为英国人讲的就是 chips，好薯片。好，那这个是 p u t i n g 好 p u t i n g 那很像普丁对不对？<laughs> 那个俄俄罗斯总统，好，普丁。那这个普丁也是 chips，可它上面就会淋很多的 cheese 啊，给你一块一块的 cheese 啊，有的还会加那个肉酱啊，还有你可以加甜的巧克力呀、啊，你要什么口味的？还有那个墨西哥的 chilies 啊，都可以。嗯，所以我是觉得最正宗的普这样就可以了啦。啊，那吃一个的热量可能同等于可能。 两个便当以上吧 <laughs>，请斟酌。那因为天气冷啊，吃这种炸物很香。所以学生说：“我来这边六个月，我好像胖了大概三公斤到六公斤。”我说：“你要节制啊，哈！来加拿大食物不好吃，但热量都很高啊、嗯。那如果你去东岸的话，就靠海嘛，要吃龙虾。所以我那时候去那个 Halifax 跟 P E I，我们就说一天吃一只龙虾，吃到最后第三只，我就觉得我不行了。<laughs> ” 因为波士顿那边也是靠海嘛，所以那边那个龙虾盛产。嗯，好，那呃，我觉得啦，我昨天哈才去吃台中很有名的一间老店，嗯、呃，好像是我出生前几年开的老店牛排馆哦，所以来加拿大吃吃看牛排。但这边的牛排跟台湾这种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有吃惯那种什么刺鬼啊，有些…… 呃，腌过的那一种啊，你来吃这个可能会不习惯。它比较厚，吃的是牛肉的原味哦。所以呢，Cake 是我以前高中回忆啦、啊，就是说连锁的加拿大连锁品牌。然后呃，有什么生日啊，还是什么样节庆啊，会去吃看看。所以我觉得仪式感满满，很好。嗯，好，那学生喜欢吃一些比较餐车的啦，哈、哦，平民美食的。那这个 Beaver Tail 一定要去试试看，我觉得就是甜甜的、啊。那 Beaver 就是水水梨吗？ 哦，那个尾巴比较厚嘛，对不对？啊，那因为造型有点像，上面弄了很多甜的东西，好 <laughs>、哦，所以吃起来还有那个 s i n n m、um, o n 肉桂，其实真的很喜欢。嗯，好，那这个是我自己放的，这是我高中第一次，呃，同学带我去吃呃素食店，那我们就当然不要吃麦当劳啊，那是美国，台湾都吃得到，要吃加拿大的，他带我去 A N W。 啊、哦，然后这个很好点呢，我都跟学生开玩笑说，如果你真的英文不好，要点汉堡又不会点的话，你干脆就来 A N W 就好，因为他、这个那个点餐很方便，他是一个 Burger Family，他有 Papa Burger、妈妈 Burger、Uncle Burger、King's Burger，<laughs> 就直接都是家族，非常好点。好，那后面那个就是 l l u Beer，那我就想 Beer 我不喝酒诶，我那才十七岁，我不能喝酒诶，他说不是不是，你喝喝看，那叫 Beer，其实喝，你猜后面那个是什么？ 可乐吗？可乐没有那么多泡啊。嗯，是麦根沙士，所以叫 root beer。那 beer 是因为它把它放在那个 r k 杯，像啤酒一样，所以叫 root beer。好、哦，所以在国外你要很多英文就是这样子学起来的啦。麦根沙士的英文要怎么讲？就叫 root beer。<laughs> 所以你就不用再想麦根沙士了。所以，我印象中这好像是我学的第三个单字吧，root beer。哦，我还说我不能喝酒，root beer。好、哦，所以去那边慢慢就会比较不怂了、啊。 那呃 n a Naimo bar 是很多家常的甜点，每个加拿大妈妈应该都会做。那 n a Naimo 也是一个城市啊，哈，英国来的一个小派，很甜，好，巧克力，好，还有一些 cream，好，很很有家里的那种风情，就是妈你妈妈会做的一个甜点，所以你去加拿大人家，其实很多加拿大人都会做这个来招待，嗯。 那 Smoke Me 很有名哦，你知道 s a l i n d n g 啊是加拿大魁北克人吧？哦，那因为他去美国发展了，然后他就很怀念他家乡的味道。那他的先生很疼他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他最喜欢的那间老店、百年老店买下来。所以以后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店名叫什么，但我们都知道那个是 s a l i n d n g 的老公为他而开的。好、哦，叫熏肉三明治。所以如果你去魁北克要吃这个熏肉，然后上面有一些芥末酱，吃起来味道是还蛮特别的啦。哦、嗯，但吃。 一顿大概就饱了，都是肉，那最好挑都挑肥的啊，不然那个肉有点涩。<laughs> 好，那加拿大其实就是比较吃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民族啊，我们不太可能去找那种太精细的食物哦，所以我觉得吃食物吃原味啊，吃久了也会习惯原形原形。嗯，好，那呃，blueberry 啊，你去 BC 省很多梅类的采蓝莓很便宜，好、哦，然后这个是减肥哈。哦 很好的一个圣圣品，好，然后我喜欢的下午茶，那下午茶有三层嘛，对不对？好，可以去体验一下。好，那这个是我一个顾问很喜欢吃东西，我特地帮他加的。<laughs> 每一个省要去吃什么？哦，我找的大陆的。好，BC 省要吃蓝莓，亚伯达省要吃牛肉，因为它是草原山省，养很多牛。然后呢 s a s k a t c h w a n 哈就是萨省，萨省的话这是什么？ 因为它产小麦，所以要吃它的面包。<laughs> 那呃，Manitoba 好、哦，就省会是 Winnipeg 好、哦，在我安大略省隔壁。它产一些豆类，我看不太懂，就是一些豆类、坚果类。那安大略省它的气候来讲很好，所以很适合呃呃种葡萄，所以产酒哦，所以品质很好，跟欧洲呃一样好，齐名，所以來这边要喝酒。 好，那魁北克的话也有很多树嘛，枫糖浆。<laughs> 育空的话很多鱼嘛，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鲑鱼要吃鱼。然后呢，呃，这上面就区嘛，也没什么人嘛，就吃鹿肉吧，哦，还有麋鹿肉吧，<laughs> 很有趣哈、哦。那如果你在 PEI 那边要吃，呃，龙虾哈、哦，还有一些海鲜。好，好，那纪念品要买什么？吃完之后要回台湾的。 要买什么？那这是我自己凑的啦。然后 r 哈，台湾人最爱啊、嗯。然后，冰酒、欸，冰酒要小心哦、喔。那个呃，一个人只能带一公升，好、嗯。那烟的话，只能带一条啊。还有蜂糖，哎、欸，那个冰酒买不起，你可以去买这种蜂糖的 tea，还是冰酒的茶。 也 OK，还是饼干，蜂糖饼干。那来多伦多,多的话，就有蓝鸟队啊。有些人来看棒球的，啊，看篮球。那如果年纪大的，可以买一些 Omega，哦，那还有熏鲑鱼，哦，蜂糖浆，还有茶。那这个是呃叫什么？呃 p a l a c s 叫什么？我突然中文忘记叫什么了。蜂胶啊，蜂胶啊，哦，对，小孩啊，免疫力系统很好。 好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加拿大的概况。那希望听完之后，你会喜欢加拿大这个国家。那我的老本行就是做教育，那我本身在加拿大就接受教育，所以如果来代理加拿大的教育，我是觉得很有说服力。 嗯，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旅游，所以我觉得我代理语言课程好了，来这边学英文。如果来这边玩啊、吃啊，很开心的话，钱再多一点的话，可以留下来留学。那最近很多人带小孩来留学，都问加拿大的教育。晚一点我们可以再讲多一点，好吧？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尽量就把教育这个部分快快讲过，因为今天来听的很多是已经要出发，还是即将想要出发去游学。那当然啦，以后如果有一些旅行社想来找我介绍加拿大的旅游啊，哈，我也可以 <laughs> 来讲。好，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好，所以如果你来多人都找我的话，今天有来参加座谈会的，只要跟我讲你有参加这场座谈会，我绝对请你来吃饭。 OK，<laughs> 好，再讲多一点加拿大好玩的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比较无聊的东西，但是又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加拿大教育的优势。那很多人就想跟我比较说，英国啦、加拿大啦、美国啦、澳洲啦，好，那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国家受过教育，所以我有时候都说，其实你可以去找更专业的，专门在做这个国家的。那如果你是来加拿大受教育，当然地缘之便，我地头蛇嘛，哈。还有我有很多的呃。 分布很多的事例，哈，有的一次学生偷偷约会还被我抓包、欸，我有眼线。他说，哎、欸，这不是我们学生吗？拍照给我，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男的是谁？他就知道我很厉害，他说没有啦，这是我们同班同学啦。我说手牵手是什么意思呢？哈，所以有时候来游学会遇到很多不一样好玩的事情。 那来这边学英文呢、啊？哈，我是觉得很不错。来这边接受长期的教育也是更好。那如果进而留下来，那当然是大家的梦想，好吧？我们就加油。嗯，那加拿大优势我刚刚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反正就文化啦，哈，生活环境的便利啊，哈，那呃教育水准很高，而且我们有多元的升学管道，我等下可以讲。好，那费用来讲的话，可能比英国啊跟呃美国啊来的便宜，而且如果来加拿大念小学到高中，其实。 公立学校是可以念的。 那你去美国的话，这种的话，外国人只能念私立学校，所以就是相对的会比较便宜。嗯，那优点然、啊、后这个很吸引人，就是毕业后有三年的毕业后工签。但因为疫情后太多的印度人弄一些管道，因为其实印度防疫很不好，所以他们基本上能逃的就逃。那印度人口很多哎、欸，仅次于还是已经超超越了大陆哎、欸，哦，所以太多年轻人了，所以他们现在能来就来，所以未来可能在。 明年一月，真的要跟你预告，毕业后工签可能会缩短到一年。好、哦，我那个年代其实只有读四年的书，只有一年，所以真的比较难留下来了。嗯，那爸妈读书，小孩可以享有当地人的权益，就是学杂呃学费可以免。 哦，所以这个之后再说。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也做了蛮多家长。那当然小孩不用太大了，可能国小、幼稚园的会带来一起来读书。那小孩就是来陪读啦，哈、哦。所以投胎要投的好呵呵呵，这么小就被爸妈带来了。哦，那有些人是他本来在加拿大生的，他加拿大籍，他回台湾，现在又要回流的也有，嗯。 好，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学制啊，不要讲太复杂，反正跟台湾差不多。那加拿大的话是十二年的国民义务教育，等于是说，如果你是加拿大人，你从幼稚园到高中毕业都不用钱。那你念私立的不算哦。哦，那每一个省幼稚园的定义不太一样哦。那安大略省比较人性化一点，他四呃、欸、五岁开始就可以免费入学，可是他只有呃中那个中班跟大班。 好，所以我儿子现在就是大班毕业，现在要小班，好，欸、要要小一哦，所以我现在只是这个学制的的起点而已，好，所以那 BC 省只有大班，那不是说没有中班小班，而是说你要去私人的 daycare 要付钱的去读，那政府只有提供免费的是从大班开始，嗯。 所以那时候想说，我儿子至少六岁才回 B.C 省吧，哈。好，那国小跟台湾一样是六年，那中学比较不一样哦、嗯。那中学的话，台湾是三年国中，三年高中嘛。那因为人口比较少，所以有时候中学他把它分开。我等一下讲。那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之后，后来就是要自己付费的，呃的教育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加拿大的教育好像都没有在读书、欸？哎，其实他要的是一个全面性的素养，不是叫你学技能。 因为十二年级前真的不需要学怎么技术可是你高二、高三其实就要开始立定你的志向、兴趣跟你的专长，所以学院才开始做两个不一样的路线。如果你是读学院的话，就是技职类，你就是为了就业哈、哦，而去读这个东西，所以它不会有很多的理论，它大部分就是手把手的哈。哦 老师教，那一个班也不会那么多人，好，所以有些人就说这个有没有有没有像我们台湾的高职，可是高职是高一到高三呢、欸，不是、欸，他是高三念完才开始职业，但职是对的啦，就是为了职业，嗯，那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嗯，那公立的话当然政府开的嘛。 还是比较便宜，所以很多高中生就在打工赚他们自己学院的学费。所以这边的爸妈其实养小孩很简单嘞、欸，反正我小幼稚园到高中根本就不用钱，对不对？高中就要自己赚学费。<laughs> 那台湾要存很大一笔钱，然后让小孩用最好的教育还要补习。所以真的有时候小孩在国外，诶、欸，在台湾很辛苦，但爸妈更痛苦、欸。小孩很痛苦，爸妈更辛苦，因为爸妈要赚钱去付很多的。 呃，学费、补习费、安亲班，那国外的话比较不用啦。好，那如果你想要是呃，技职类更提升，比较是呃。 研究方面的那才会进大学，那大学有四年嘛，非常够你研究哦。所以为什么他的学术地位很高？他不是为了生存，为了找工作，他是为了要人类的福祉。<laughs> 所以加拿大的大学其实很多都百年以上的，他是为了研究，所以跟美国跟英国的大学比是排名很高的。OK，好，那学院的话是我目前有代理的，所以很多学生。 呃，读完学院之后也是蛮顺利的留下来了哈、哦。那当然每个人都很努力哦。嗯，好，那这个右边这个就是我儿子啦。 <laughs> 疫情期间，我们就爬爬照。反正我们在加拿大也中过了嘛，Covid 也没那么害怕了啊。那他就跟着我到处跑，好、啊，那他就刚好是 Covid 宝宝啊。生完的一岁的时候就遇到 Covid 啦、啊，哈，啊，别人遛狗，我遛小孩啊，哈、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体验。那每年都回台湾嘛，所以每年都跟他隔离呀、啊，啊，所以有时候可以开座座谈会，有跟外面接触，感觉是很不错。 啊、哦，那我们讲中小学的学制，就 kindergarten，还有 elementary school 跟 secondary school。那这个表有一点小复杂，其实顾问做的。那我我跟你讲，就是台湾看左边，国小就一到六年级，那国中的话就七八九啊，高中的话就十十一十二，是不是十二年？那如果是加拿大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是国小，好、哦、，elementary 就是初等教育啦，不是说国小就叫 elementary。然后呢，九、十、十一、十二叫 secondary。那安大略省是这样子啊，如果是 BC 省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它是从八年级开始切，好、哦，那为什么？因为国中生比较少了，他把它放到那个国小里面，然后把呃呃国三分到高中里面，这样想就好了。反正台湾有三个，那加拿大就两个，就这样哦。所以有时候来这边呢、啊，那台湾有那个呃学学期，欸 你生日是从九月开始划分嘛？加拿大不是从九月，是从一月，所以晚读的小孩哈、哦，他来加拿大他变跳级呵呵呵，因为他是从一月开始分的，管你十二月生的，你还是所以二我儿子是二零一八年，所以不管他是一月跟十二月的，他们全部都是呃大班，那今年升小一，所以这样来分，这样懂了吗？哦、嗯，那因为是公立学校，他也不太想要你留级，赶快念完就对了，所以原则上他不会让你降级。 好，那呃，学制来讲，其实在八年级前没有功课，真的没有功课，偶尔的考试，但真的也没什么考试。好，那但你就觉得他教育水准很高，怎么能够没有考试、没有功课呢？嗯，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反省。<laughs> 那因为我在台湾受过教育嘛，我也在国外受过教育，我的感觉是，好像台湾的爸妈还有包含我自己啦，都觉得会比较重要，会考试一百分比较重要。嗯，那。 国外不是会不会比较重要？我觉得是懂不懂，好能不能用比较重要。好，所以我尽量教我儿子技能，但我并没有给他很多的背的东西。好，所以你说他会不会，他也会。那喜不喜欢呢、哦？呃，所以他现在都在运动啊，对不对？踢足球会，但都在玩的 level 啦。游泳呢会，好，那等到他有兴趣想要再花钱再呃请老师的话呢再说。嗯，所以国外小孩三点就下课了。 学校五点一定关门哦，没有补习班。但因为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补习班的地方啦，所以温哥华听说也是蛮多补习班的，<laughs> 好很怕跟不上。那到时候你的呃在校成绩再加上你额外的好、哦、表现来申请你的大学，所以有时候也不用太呃担心他的 academic 的部分哈、哦。所以国外的小朋友比较注重的是呃。 我刚才上面写写的嘛，对不对？智力、体能、社交，社交很重要哎哈、哦。艺术、情绪，好、哦，所以我觉得啦，我儿子啦，社交能力可能比一般的台湾小朋友同龄来的再好哦，因为他很容易去交朋友。嗯，那他看到台湾人，他就跟他讲中文；他看到外国人，他就跟他讲英文。<laughs> 好，那情绪稳定也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爸妈可能跟小孩呀、啊，有时候情绪就会很。 抵触，因为他不想做，你又逼着他做，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小孩其实，在台台湾读书这个部分比较压抑一点。那国外的话就是读读书啊，开开心心啊。所以我儿子现在是文盲哦，可是他会讲英文，大概就这个意思。好、哦，那等到年纪大一点，例如说八年级到十年级才开始阅读、欸，哎，所以以前根本就不用阅读啊，看不懂。<laughs> 那如果是 secondary school，那当然就有一点压力了啦。好，跟台湾的国高中来比，那最大的压力就是上台讲话或者是举手讲话，真的真的。那现在的台湾教育已经很多元了啦，所以跟我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话，都老师在讲话，我们都听就好啦。那在国外的话，就是每个人都要发表，所以有时候那个成绩不是那个考试成绩，是你的呃表现表现哦、嗯。那十年级后就会跟大学一样哦，它是选课的，嗯。 有主修跟选修，那比较不一样的是，你以为十二年级课会越来越重吗？其实十二年级主修只剩一堂，就是英文。十一年级是英文跟数学，所以你高兴想选什么主题你就选什么，只是你要配合你的大学，看你大学的嗯、呃、科科系啊。如果说他一定要物理化学，那你要选物理化学，因为你要走理工组嘛，对不对？啊，如果你要走美术的话，那你要选的主要科目就会是呃。 艺术、藝術美术相关类的，所以每一个人就开始多元发展，而不是每一个都要学，所以他们只选他们想要学的去学，所以这部分就是很不一样。好、哦，所以有时候学生都会问我怎么选课，我说你要问你的 guidance counselor 啊，你有辅导员啊，那辅导员会帮你跟你一起做讨论。嗯，所以读不好的就不要读了啦，这个意思啊。<laughs> 读你会读的，你喜欢的，我觉得那很重要，好不好？ 那这个也是延伸了、啊、哈、哦，反正就是他们对他们的这个教育体系啊，哈、哦，觉得非常有信心、有把握。但如果小朋友读书的态度不佳的话，我也很郑重的跟你讲说，也不要送过来，因为天高皇帝远，现在小孩如果不去上课，问题也是很大。嗯，那这边比较多元发展，所以如果他逃避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学校也不会 push 他啦。哦。 所以你就知道，你这个小孩把高中念完就走技职的，也不用一定要逼他去念大学。那走技职的话，之后也可以插大啊，吼、哦。所以我觉得等到他已经领悟到很重要的话，再来读书，可能对他来说比较不会那么的痛苦。好，好。 那教育的部分我就不要讲太多，免得大家都睡着了哈。那呃，我之后可以再来开一场有关呃教育的部分。那呃，我们这个疫情已经三年多了，其实我们从第一年就开始做线上讲座，已经有非常多的达人，然后有我们自己的学生还有家长来分享。所以如果呃有兴趣的话，之后去我的网站，你可以还有我的 YouTube，你可以找得到呃历届这些学长姐们的分享影片，好吧？ 那母鸡带小鸡读书去，它也是一个主题。那之前我们的顾问 Monica 有讲过，那没有录下来，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带小孩去读书的话，可以跟我或我们的顾问与顾问预约，好吧？那我们来这边是当国际学生啊，但因为最近有很多的 local student 哈、哦，呃，要回流去读书，所以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是当地人的福利跟国际学生哦是哪里不一样。我们要办签证哈、哦，我们要境外申请学校，然后学费大概是加币。 呃，一万五到两万五这中间，那大概折合台币大概是呃四十万到五十万，嗯，那需要监护人。那如果你自己带回去的话，你有加拿大护照啊，抵达后才找学校啊，你有免费的福利啊，但是每个规定不一样，嗯，那我能做的服务我们就一夜带过就好，出发前跟抵达后，那本人负责宣传啊，哈、哦，负责规划，那呃。 如果你确定要当我们的客人的话，那我们要签约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是合作制哦，不是上对下哦。很多代办啊，跟你啊有有争议，有时候就是因为期待不符。好，所以我尽量就是让顾问啊只讲事实，不要讲一些风花雪月哈、哦。加拿大哪里很好？反正你决定想去你就去啦。哈、哦。我们只是负责帮你把它办理出去。好，那我们的工作是学校代理商，所以不是保姆。 好，也不是那个 Google 达人，所以很多学生动不动就想问我们问题。其实你自己去查就好了。<laughs> 好，那如果我刚好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的话，你就麻烦你自己动动手啊、哦。那能够帮你安排规划好的，一定会 checklist。好、哦，所以呃，我能做这么久，代表说呃，有些细节，然后你看，输赢赢在细节哈，哦、<laughs> 尽量不要搞砸。 好，那当然你是当事人，你尽量也不要把你自己搞砸。有些人就真的很天兵，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出发前是妈妈在弄啊，出发后啊妈妈不在了。哦，我不是你第二个妈。好，那顾问的话也要休息哦，所以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不会回复了。那抵达后的话，我们有非常强大的那个学长姐团队啦，会带你开户啊，办电话卡、啊，熟悉一下环境。那去年开始也增设了辅导妈妈。那辅导妈妈这个工作很好玩，就是辅导妈妈，因为她本身也是妈妈，妈妈很焦急、欸。耶。 <laughs> 很很很害怕，好、哦，所以有时候不是我跟你讲很多资讯，而是说要经验分享，好、哦，所以呃，如果真的有焦虑的妈妈可以来找我们。那今天会讲的很快，但是大部分的资讯在我的网站上面、我的 Facebook 上面、还有 IG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好吧？那呃，哦，已经讲了一个小时，那我讲的很快，那我也没有在刚刚看聊天版、哦。那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的？我们现在可以来讨论。 好不好？那我感谢大家的时间，礼拜六还抽空来参加我这堂座谈会。那这堂这个座谈会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呃，我从来不录影下来的，那这一次应该把它录下来哈。以后我会广为人知。<laughs> 你想知道加拿大，请看这支影片。<laughs> 好，那可能没有讲到很详细了，然后就很抱歉。好，那呃，我们现在开放可以问问题或聊天的时间，有没有人要问我问题吗？ 我来看一下聊聊天版哦，oh, 我们有二十五位来来参加。好，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呃声音打开来，你可以直接用问的啊，不然你可以开画面。那通常我都是做主持人呐、啊，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会来跟那个主讲人哦开杠。好，那现在我自己当主持人，呵呵没有人跟我开杠。好，我来看一下哈。哦 哦，oh, 我有看到有人说上次脚走到快快断掉，可以骑脚踏车。我知道他是他是在讲什么，他在讲 Stanley Park，对不对？<laughs> 来加拿大绝对不要带高跟鞋，一定要带布鞋，而且不要带一双就好。其实带一双就好了，另外第二双当地买就好。哦、嗯，因为你每天要走很多很多的路。所以有些学生说奇怪，我台湾呢、啊、都不太会饿，我来加拿大特别饿。哦、嗯，因为你的脑力每天都在讲英文，哦、嗯、还有体力。 好、哦，每天都在走路啊、嗯。那来加拿大穿衣服啦，因为很多人就担心冷啊，怎么穿衣服？因为你会在外面活动，所以我建议你不要穿那种大毛衣，大部分都是穿那种拉链式的啊。如果真的太多，就把它脱掉。那台湾现在都有那种什么发热衣呀、啊，也不用很厚重。哦、那一定要买那种 Canada g o o d 那一种吗？那个呃羽绒衣吗？对不对？加拿大鹅。 是没有必要啦，因为大陆人很喜欢，日本人也很喜欢，因为大概价差有一万，诶、欸，不用一万啦，就是来这边可能呃两万吧，那在他们那边可能三万有差一万吧，所以会比较想在当地买，好、哦，但其实带回台湾用不太到、嗯。走累了就地野餐。<laughs> 哈哈，<laughs> 我们最近办的活动就是野餐呐、啊，去哪里呀、啊？就是坐下来野餐啊，因为餐厅其实消费不便宜。嗯，跟台湾比，你会觉得国外的餐厅好贵，对不对？厨师请的也不一般嘛，对不对？啊，地点嘛，对不对？又有房租的问题，还要给小费。 好、哦，那重点是你也没有觉得多好吃。<laughs> 那如果学生住 homestay，那当然 hom 爸 hom 妈都有准备食物嘛，所以你最好就是出去玩，然后带一点食物，然后就现场吃。所以我觉得国外还蛮喜欢野餐的，嗯，而且不会很热，也没那么多蚊虫。嗯，好，那如果去哪里玩，然后嗯，记得公车时间，有时候公车没有到很晚哦。好、哦，那那个五，哎，那个。 呃，多伦多是可以叫 Uber 啦。那温哥华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有没有？嗯，那蛮多学生其实还蛮喜欢加拿大的，所以不是只有一次游学，我做了好几个，有最高记录是五次，而且他都选同一个地方多伦多。我说多伦多有那么厉害吗？让你来这边五次？他说对啊，因为我每次就回我的后妈家住。我说哦，你把你的后妈住成干妈了。 哈哈，好 <laughs>、哦，所以有时候运气很好，会遇到呃非常情投意合的寄宿家庭啊。如果住不好，其实也当成一种呃体验然哈，因为食物就是不一样，那生活习惯本来就不一样。那我就负责我们公司的住宿安排，所以座谈会前我刚刚才安排好一个 homestay、哦。好，那我们就是去人家家当付费的客人，所以不要太嚣张，好不好？有些生活习惯还是要遵守。 那另有问哦，加拿大买房是不是要永久居留权？嗯，本来啊哈，那个因为太多大陆人呐、啊，现在经济不好啊，疫情啊，赶快把钱往外汇哦，所以买了很多房，而且有时候是一片哦哈，所以他们现在,在禁房令，外国人那当然啦，有的是外国人，但你在这里有工作的，好像是呃可以。 哦，但如果是完全不相关的，只是来旅游的啊，开一个户啊，钱藏在这里的，他就不想让你买房，嗯，所以要有永久居留。那两年前的那个呃，期限快到了，所以今年。 本来防重啊，就摩拳霍霍，就觉得要开放要开放了，结果他把这个法令又延了一年，<laughs> 所以就没办法啦。呃、嗯，但是还是有一些例外啦，像最近我们有个妈妈，去年就买房，因为她的大儿子来读，小儿子高中毕业也来读，然后就去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叫阿冈捆、啊啊呃，呃，不是，呃呃，不是，不是阿冈捆，我突然忘记了。 有一个在呃洛基山脉那边的一个学校，O C 啦，哈，Okanagan 啊，Okanagan College。那因为它那个分校是比较远的小镇，一万人内的加拿大小镇可以允许外国人买房。那因为它也是读书，所以他是拿学生签证，所以就刚好好像已经九呃一万以内嘛，好像那个城镇已经有九千九百多人了，所以它刚刚好，<laughs> 好不好笑？ 好，因为有一次开了一个呃房地产的分享会，那个影片我可以给妈妈看，呃，然后他听完之后就跟我的学生已经在当温哥华房中的去买房，所以就省很大，而且他买房很便宜，二十万加币，台币大概一千万不到。嗯，好，我儿子这次游学就爱上了 Tim h o r t o n 对不对？因为 Tim h o r t o n 便宜啊，才一块多啊，一块多台币大概就三十几块、四十几块比珍珠奶茶还便宜。<laughs> 好，那就喜欢喝咖啡。好，好，那呃，感谢大家的分享哈、哦，我就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花时间来听、oh, 溫哦。温哥华有 Uber 非常好。有一年我去，他还没有。嗯，还、嗯、有 Lift。嗯，好。Chris 问，请问学生身份刚落地，过去容易租房吗？嗯，那住 Airbnb 的同时要找 realtor 还是自己联络公寓的 manager 就好？嗯。 我哈就是地头蛇，很多人都会问我比较细节的问题。那房子这个真的是一个大事，因为你住不好的话，你真的游学留学品质大打折扣嘛，是不是？那我建议啦，如果你是游学生，就是一年内读英文的，英文都不好，财力也不一般，哎、呃很，财力很少，那还是住寄宿家庭比较省事省钱。 好，那也不用为三餐还要去买菜啊，对不对？那寄宿家庭有没有合约啊？那我帮你安排，可能就是安排安全的、近的、便宜的。那学校安排的也不差啦，哈，只是说没有办法让你挑。那学校也有宿舍，所以有时候想要自由的话，不想寄人篱下的话，学校宿舍也可以考虑。而学校宿舍是厨房哦、喔，你自己要煮哦、喔。那如果是留学生一年以上的，好，我是觉得先找 Airbnb 先落脚。 那 Airbnb 是算天的嘛，比较贵。你也可以跟房东讨论，可不可以租一个月，然后给我多一点的折扣，例如说七折。哦，那有的房东就觉得很省事，就会租给你。可是 Airbnb 有时候提早被人家 book 了，你就选择很少，一定要提早三个月到六个月前就先去谈。哦，那我觉得 Airbnb 会是我的留学生第一选择。 嗯，那抵达后开始找房嘛？那如果你只有一个月的这个找房期，你就会很紧张。可是真的好的房子不会等很久，所以你也是抵达后赶快找，赶快定。嗯，如果你是三个月前找房子，可是三个月后它还在的话，代表这个房子真的不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看，放越久的房子越要看好、哦。那如果真的好的房子要秒杀，所以一定要赶快拿下哦。那你可以找房子有两种，一种是呃房东。 他自己个人拥有的。那另外一种是物业，物业就是说这栋是一个可能集团哈，或是這是什么物业啦哈。它它没有个别的房东，它是整栋做来租的，那它就会有物业管理公司。然后物业管理公司其实他们在门口都会插旗子，那上面会写说 one bedroom 还是呃呃 studio vacant 好，所以有插牌子的你就知道这栋是纯租的，嗯。 所以两个都找啊。那纯租的话，那一栋都是租客，嗯，所以比较杂，嗯，比较是学生或上班族。那如果是卖的的话，那当然可能大家都有所有权嘛，所以呃，会比较看区域，有些区域就是比较热闹嘛，比较多房东是拿来投资的，嗯，那有些区域就是他自己来住的，嗯。 没有好或不好，就是你到时候看那个环境如何，但是一定要亲自看，不要相信那个房重啊，用录影的啊，他可能只录到好的，他没有帮你录到坏的。那有的录影他也不是故意骗你，因为现在的话术都太好了，都美美肌美颜，所以有些发霉的地方都没有给你录到。所以我有一次学生他就看那个房重录给他的，就搬进去就发现真的不一样。OK，那没有信用记录会不会和流水账会被拒？会啊。 哦，所以第一年的房子通常都不会找太好，那可不可以找房仲？房仲不能找帮你单间租的，都是一户的。哦、嗯，那如果是 family 的话，可以。那没有信信用记录的话，就是用现金。嗯，我在里面有这么多钱，还是我先预付多少钱？反正就是让房东相信你，你你有那个财力可以付得出来啦。 哦，那你是哪一个学校的？其实对他来说也是还蛮重要的。例如说你是 U B C 的，嗯，可能就 O、OK、K。你是语言学校的，那可能不 O、OK、K。<laughs> 好，但是我的学生或多或少都是时间问题而已啦，都会找到。O、okay, K，好，那你也可以去一些版，例如说小红书，现在也很热门，很多呃物。 物件都在上面。那如果你要找台湾人的，你就找台湾的社团。那有时候靠介绍的，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你不知道房东是怎么样啊，对不对？那可以靠介绍也可以。嗯，那我有时候就是那种后面的，他房子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问我怎么办？哦、嗯，我就说那你要去找一些像那个呃 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 协调啊，调解庭去处理。有时候合约真的要看清楚，合约一定要签好、哦，不要说说了算哦。房东说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他之后就跟你翻脸不认人哦。所以大部分的纠纷来自于你都没有签约，没有用清楚。嗯，好，那呃。 好，大部分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刚好一个半小时。那呃，很感谢今天大家的参加。那如果你有，不管是我的学生，不是我学生，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下面有我的 line 嘛，哈，你可以加我的 line 来聊，好不好？ 好，那感谢大家的时间。那下一场我们会请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校代，我们来讲哈。那呃，New Brunswick，New Brunswick 应该很少人知道。我最近会找一些比较远一点的达人来跟我们做分享。所以你对一些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呃，卡加利以外的城市有兴趣的话，好，欢迎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座谈会。OK，好，感谢大家的时间哈。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